就给他站，就给他照这儿，还得站点吃的。那妈妈。酱那么少，挤这里了。它有点就行，要不要是它抹哪儿都是。这证您回国你得带着。您说您要自己回去，我爸留这儿，是不是我们这一回来，我爸就说，就赶紧弄饭吧，我们爷俩都饿着吧。好吃吗？哎，你剩下那点给那个郭天宇，让他嚼一个，那个就吃这个。他正好，他爱吃皮。爱吃皮。嗯。皮他不要。他不要呢。先给他搁一边吧。